这个才是 MCO 该有的样子，不要像外面马路上路车这样。好冷清的农历新年啊。跟着 Marco 2.0 规则可以车上用餐。现在要来开箱子。跑步机 MCO 在家里吃太多了，这里走吧，我们去看看这边打开起来是怎么样。我们来开一下它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。将小件够用就好。锁起来，这个锁下去就好了。锁匙插下去，打开，加速，减速。之后开箱一个农历新年会用到的。农历新年要到了，在家吃，在家运动。农历新年都会吃什么呢？会吃火锅、打冰楼、吃些烧烤是吗？啊，就买一份火锅的火锅，在农历吃，然后再开箱啊，放着像小小的，在家里吃，不要吃完不吃。
而是火锅的火的大小，然后这个是烧烤的火的大小，放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油应该是从这里流下去。打开了，这边里面有一个盖锅，然后这个是应该是放在这边下面的油，放油出口，就插头，就这样简单而已了。这个是一个锅，给你吃火锅。这是不贴锅，不会粘在锅上的，不贴锅。在家制作珍珠奶茶篇，我用这个是泰式奶茶口味。把珍珠准备好，水滚后把珍珠倒入水里一分钟，大火滚。想后关小火煮十分钟。我们的牛奶是这种甜甜的炼奶。现在这点是23咖啡铁，那边打包走的抹茶水。晚上9:30的街上，